屏幕剧列做珍贵稀有保育类物种的石沙龟、吞彩光龟，因在中国市场需求量大，对2006到今年短短七年，台海观察到大象澳洲时期中国的都有9386只。不过负责使用的中心太好，生命科学的教授吴尚海，伊讲因的报告的那130坪。是的，来使用也得贵些哟。不过，一个数量等于是一平路加买35只，贵到贵些路细，还得希望修法防止偷了走私。上龟吞黄龟，占到细细空间地图，条条穷下，实在讲无法吐天通。连接按当年偷走的人东多，今年89年的时，但抢到海关查到，这是摸上的龟只有5000万只，回头使用的空间干那130坪。对本来头野外一公顷将5到20只发通空间，平均一只它就5坪的淡水龟来讲，等于是没生发空间。有收容的个体，我们那天算了一下，大概存活率都只有40%左右，所以100只到最后大概就有只剩40只可以活着。而且收容的时候是一开始的头3个月死亡率最严重，所以可能就有1/3就死掉了。所以这最先开始的这个救治是很重要的。当到龟甚至引致长期某些树木、某些东西消化道萎缩而插管，就连木桥通街，它是如不祥的数量，或者造成过强失配。不过，它是系盲区海关这半年查到，它是就野生动物保育法，骚扰野生动物超过7万5千条的罚款，另外提案而修改40条，同造成某项难以发展。未遂犯也一样要根据这个40条罚之哈，那因为不然的话，这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哈。中国自己哈，因为这个吃乌龟哈，把自己本土种的食蛇龟都快吃光了。那现在呢，就大肆来这个搜捕我们台湾的食蛇龟。地点合适的地方哈，吴老师目前也跟他团队积极在寻求这些野外可以比较大范围圈养的这些地方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应该都可以疏解这样的压力。上龟同黄龟引致繁殖的速度太慢，国家人造了当严重，不能为非列做珍贵收入的保育类物种。林木桥讲，连忙跟进前度适合野标的地点，下次拜会同保育龟一批一批野标到自然生态地图。要暂时修法加强处罚打击走私的行为。卡斯文自治会的文会特别报道。